钱你报的第一次大概是两万，第二次你报的就是五万多，算是将近八万块钱的。反正他跟我说他没借那么多钱，后面的话那搞高利贷那个洗滚洗的话滚出几万块钱来了，他没办法还了。也喜欢买化妆品、衣服什么之类的吧，一个星期买几次那种吧。要买几次衣服？就没事就喜欢逛淘宝，这团有求必应之类的，然后他想干什么、想玩什么，然后我都会答应他。可是自己身上没有多余的钱，然后就在借贷宝之类的东西。借贷宝。